非常糟糕了。他说这边有一个叫，有塔台是可以屏蔽信号的，在那个方向我不敢多飞。哦，说说这块没有信号啊？啊，对，没有信号，干扰完飞机直接掉下来。哦，所以只敢在这个直线飞飞。哇，这很漂亮啊，这个太阳出来。哦，你们要在这里等。郭大人，哎，姚队，很美啊。主要是它有云海。对啊。我们有的时候会来的，我会来到它就是这一片全是云海，然后飞机就在刚刚在那个云海。嗯，对，很漂亮，非常非常漂亮。嗯，那个时间段就好了。这两天我们在这里看也是，哦，雾蒙蒙的。嗯，这个得看天吃饭。对。你在这边就是考虑不考球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丽。我们不是还是在这个山上吗？这个采茶这个村里，它山上景洪市区超级热，但山上是超级凉快的。可能我们昨天晚上，然后今天晚上再待一晚上，明天再走。现在中午了，我们在山上做个饭，看这个景色，在云端往那边看，在云端的感觉真好。哇，来的时候带了两天的菜，中午吃一个炒一个辣椒炒肉，然后再吃点馒头就可以了。来的时候买了馒头的，不吃要化掉了。然后再煮点玉米呀、啊、啥的，粗粮就可以了。炒的不够老呀，嗯，肉炒的不够，够老吗？大很多了，干了。还是在他们的院子里。是不是回答你就过来啃你一口，他就知道好吃吗？好吧。好了吗？啊。炒好了吗？好了。有点晒吗？会不会太晒了你啊？去外面吃饭啊？对呀、啊。会不会有点热啊？戴上帽子啊。哇，这个仙境一样的，这也太爽了吧！坐在椰子边来吧。不晒了。可以啊。哎。这比你发现了。不平哦。啊？不平哦。一样没事。嗯，把桌子移了。遮阳棚全撑开了吗？真的，馒头已经熟了。红薯，哎，也熟了。嗯，盘子还有吗？多洗一个盘子。这样，来 ，OK。好吃吗？嗯，还不错，你吃呀，这还不错。生活比较清贫啊，就一个菜，馒头。坐下，坐下。景色没得说。